服务台广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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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务台广播。服务台广播，服务台广播，掌握讯息好事多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服务台广播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个主委，我们最近打扫公庙的活动是不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了？哦，现在开始，咱得密切的哈，会一直推出哈。不要少公庙哈，大家拢足欢喜来参加哈。嘛，遮侪人咧报名哈，其实内底有足侪足侪哈，咱无法度去体受到。但是参与过的人都会感觉说这是 一站非常有意义，而且身体力行去行善的一个很好的职业。对，那像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大概已经有打扫两次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咱头一届吼，咱去彰化，4月22号，彰化。对，头一届去，咱就已经变扫五间啊，吼。这么厉害。咱个新妈祖吼，咱来遮服务吼，咱有车拍客哦，真的。咱不是食鞋啊，咱拢做件的吼。都是赶快。嘿，做愈济吼，大家都面暖。啊，过来就是。第二届哈，就是咱5月5号哈，我们也到那个南投地区哈，对，啊，谢谢我们南投地区的公庙哈，也让我们能够去广结善缘哈，下一次我们预计就要到台南、高雄哈，这是两天的行程，就是用礼拜日、礼拜一哈两天，为什么大家拢愿意？出工出力，啊，都要搁付出金钱来做这项工作，一旦甲身边服务哦，真正是福气呢。真的，会做福气也袂做较晦气。好。啊，那我觉得说，我们大家吼都从安尼刚出门吼有时候是用礼拜天，有时候是用非假日吼，尤其咱伫咧有人咧讲，咱着拜甲拜五上班，甚至有诶拜六搁上班，礼拜咱着遐拼死吼，搁去安做甲吼，规身躯安尼吼，敢若拖人咧，转来时阵吼，恁敢袂忝吼？心不累。身就不会累，我看到的都在说的义工大家都是乐此不疲耶。我记得我上次4月22号看到我们的学长姐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还想说今天哪家炸差不多4点我回来，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台车拼几斤，他说3斤，我说哪这么厉害3斤还有办法这么炸回来，他说没有，我们大家都是做惊讶的，就是拼命，就是一直扫一直做这样子。其实吼，我觉得说很多都是经验来的呢。咱做这项工作已经做18年啊吼。过去其实有当时啊，咱游览车出去吼，一抓工落去一间庙，咱就一工头拼到尾到吼。无噶吼，真正要走的时阵，搁想讲惊倒位啊做了无周至。但是你啊看哦，咱愈走愈有经验，就是我们会掌握到重点，掌握派工，掌握人力。好，阿兰的无言难，过来一点的时光，慢慢大家那个氛围，他今天他愿意花这个报名费，他缴交我们的车资、吃饭钱，一个人要600-700块嘛，对，我今仔出去的时阵，我是要有所做有所得，不是出去要打拿就好啊，是讲出去讲，做无两个工作，就去树仔卡去食鸡鸭边哦，就伫边啊摸鱼，没有哦。你看所有的义工，他们都是很用心、劳心劳力。你看看，看人做甲安尼干擦擦顶吼，但是脸上是带着笑容，真的很奇怪吼。对啊，我自己去做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说，就是真的是一直流汗，可是那种流汗是，就觉得好像流完汗，身体非常的舒服。其实它带给你的一个代谢啊，咱真侪人讲，神明咧甲咱摆动咧吼，你心里面心诚则灵，为什么遮侪人去做一寡以前我们像我们的功德会，咱有咧做资源回收，伫咧较早伫咧剔除来，这是热甲要死哦，里面空气又不好，然后又做的浑身就是汗咧大汗淋漓，就是擦擦点啦，但是先要讲。很多人在那裡做到身體病都好起了，對，排毒啊，對，那個把身上的一些不好的東西都能夠代謝出來，其實跟神明服務，那是我們一個福分，我都常說一句話，神明坐關關沒出聲，眼睛大大類都在看，換成今天我們坐在上面的主神，
是你在那边看到了这么多的善男信女这么用心的所做，啊，咱坐在观光的时候，当作咱也是父母，你安那听小姐惊死死，对吧？哈，啊，所以讲讲大家吼，咱伫这个坎坷路上吼，其实真的哦，不要缺席啊，咱唔好小卡手，吼啊，一抓路出去的时阵，你会当做偌济，咱尽量做。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福气满满。其实我家有一个国二的小孩，那我这个小孩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都是国中以上可以报名，那我这个孩子啊，他非常喜欢参加打扫公庙的活动，是因为搞阿公妈妈，我与其在家打电动啊，那我还不如就是好，我坐的游览车，然后跟着大家去打扫。那他说打扫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，我都没有想一些其他的事情。那甚至说，因为我一整天都没有玩手机，他觉得说，我反而眼睛变好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啊，这囡仔吼，真有慧根的吼，这真正是慧根的囝吼。我们的秘书叫做沈慧君。你有没有打广告？是，所以公公，其实大人在做善事，小孩子会看。哎，对对，啊，大人是囡仔一面镜嘛。所以公公，咱在做好的时阵，其实也在教育下一代。很多的父母亲啊，你看看公公平常时伫厝诶，就是非常有一个气度，很好的修养，那个小孩子他在学校，他就不会跟人家吵架，也不会跟人家骂三字经，这种东西讲我们身教言教怎么样？不要呱呱叫，咱只要做好囡仔看，自然我相信后盖咱的囡仔吼，看到是大人的样相，伊嘛做好自己的品德，心里面也会向善，自然带给我们家庭，带给我们的未来，都是一个很好善的循环。其实我们曾经有相客来问过说，我不要让干干，我们干吼，规工拢在厝生电动。可是我觉得说，如果你来参加打扫这公庙这个活动，孩子看着你做，那他也会跟着其他学长去做打扫公庙的活动，渐渐的他融入群体，那他在与人相处上，他就比较没有问题。那我觉得说，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带国中以上的小孩，然后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打扫公庙的活动。对啊，上到尾伫遮吼，咱希望讲咱每一人用心所做吼，都能够达到我们的圣母啊，还有众神明的一个垂顾，让我们家里面四季都平安，也让我们的事业啊、家业啊都能够越来越顺遂吼，好令步步高升吼。最后在这边祝福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，功德无量，时时吉祥，福气安康。拜拜。拜拜。